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，日本天团蓝而爱是成员二宫和也2019年11月宣布结婚，对象是前主播伊藤玲子。今天13日被曝已经升格当爸，妻子方的相关人士进而透露了预产期，让粉丝相当惊喜。二宫和也，图记者汤星汉社。二宫和也2019年11月宣布结婚，结婚一年多有了新的喜讯。据日本杂志女性周刊报道，伊藤玲子2020年夏天怀孕，妻子相关人士透露知道怀孕大概是去年夏天，目前已经进入安定期，渐渐开始向身边的朋友报告这个好消息。听说预产期是春天，在新冠肺炎 COVID-19 疫情变得严重后，伊藤玲子为了安全几乎一直都待在家。二宫和也和伊藤玲子婚后被曝升格爸妈，图翻社自律网。事实上，二宫和也早期主要的兴趣都是玩游戏，而且还曾公开说觉得一个人很好，但2013年时想法有了改变。他当时就公开说，我最近觉得结婚是很美好的，因为可以让爸妈抱孙子。宣布结婚消息时特别写下亲笔信给粉丝，我从1999年出道到现在20年，获得广大粉丝的支持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。身为蓝的一员，人生有一半都在团体中度过，但是今天我在这里要以一个男人做出决定，向各位粉丝报告。虽然突然的告知会吓到很多人，但是做出这个决定之后，希望能听到大家说太好了，我今后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然后明年二宫和也也会继续努力，今后能一直得到大家的支持，我真的非常高兴。二宫和也亲笔信宣布结婚，图翻社自推特 and 他走了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。